关于这个怎样关注热门帖或自己要追求的自己的偶像的帖的话，是回去论坛这边，你比如说这边啊，这些就是热门帖精华、热门话题啊。比如说你要看的是，你就可以按下去，比如说这个，按进去这个之后，你看到这个有一个关注此帖这个字，就这么简单了，那你就按下去。关注本站，如果你不要关注，你就取消。它的分别就在于取消之后是它就不会出这些了，好像这些是，你看这个应用提醒的话，就是有更新的时候，人家有讲啊，有更新那个帖回复那帖子呀，或者点评之类的事，你就按进去，它看它是写什么的啊，然后还有那叮咚这声音，你看，比如说这些啊，这就是我关注的帖啊，OK。同样的东西，到热门帖，我只是去按这个帖里面你喜欢进去就可以了。只要你按这个关注此帖，你就可以关注了它的那个最新的流向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嗯。